发型不错，服装和头发很得体。男人想要混得好，头发就得向后倒。三号干净利落一点。你怕那个事儿能怕到什么程度啊？一动不动就会像刚才一样。从多大开始怕这件事儿的呀？从我有开始模糊的记忆的时候。你爸爸妈妈怕这件事儿吗？他们不怕。看来不是遗传。那怕这件事儿在屋里跟屋外有什么区别没有啊？屋里面会严重一点。开着灯和关着灯有什么区别没有啊？关着灯会严重一点。如果你躺在床上，这件事出现了，那可能更严重，就真的是一动不动，眉头紧锁，所以抬头纹比较多。跟大家伙说说，你到底怕什么？我怕打雷。怕打雷。打雷了。你看，他就手足无措。开始倒吸一口凉气的感觉，够了，到自己的座位。